Neil Barrett 喺1999年喺意大利创立咗以自己名字命名嘅男装品牌，并喺2001年喺东京嘅青山区开始第一间专门店。而 Neil Barrett 就喺2006年嘅2月纽约时装周度发布咗佢哋嘅女装。Neil 嘅设计语言都系嚟自传统英式嘅西装剪裁，专攻极简主义设计。佢嘅设计干净利落，以完美结构同埋轮廓见称。服装嘅系列融合咗经典剪裁同埋紧贴趋势嘅技术，再结合精细巧妙嘅设计，再配上设计师钟爱嘅蓝、白、黑同埋灰色，永恒而且具有独立精神。Neil 嘅个人时尚主张就系、是、你可以穿得时髦而唔古怪，最紧要就系平衡，可以有啲色彩但系唔可以过分，可以有设计但系唔可以夸张。从呢件长西装背心嘅设计，可以睇得出设计师嘅用心。光滑嘅布料显得贵气十分，而设计剪裁亦都十分特别嘅。除咗融合咗男装设计嘅风格主题之外，好多细节位都系别出心裁噶。特别系衫身后面嘅设计，幽默风趣，内敛风雅非凡，难怪 Neil 会喺时装界赢得无数名人嘅青睐同埋支持啦。